欢迎收看我不可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什么 FIFA， 我要活下去。好的，这场呢要玩一下夺命大卡车啊，所以等一下我会找一台怪卡。然后怪卡的部分，我记得有时候大概一场会出一到两台啊，所以呢等一下看可不可以抢得到。哇，好多敌人，好来吧，直接跳这边吧。很久没玩怪卡，怪卡其实真的是车子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台啊，因为毕竟它比较没有地形的限制。我看一下什么枪，没有敌人。哎，后面有人。没有过来的样子。好，先捡东西吧。这个补包。哇，等离子枪。等离子枪其实游戏前期蛮好用的啊，后期的话呢子弹数太少。就是你会射敌人射不死敌人，然后你的枪就过热了。虽然还可以省步枪子弹啊，不过我是觉得只有前期比较好用，因为前期射死敌人，后期射不死。哎、欸，反裂，好像游戏有点爆批。哦，好延迟哦，我要蹲下去啊！我左上角那个网路，哇，有点，哇塞 ，OK， 收掉。哇，太钝了，这游戏太钝了啦，好烦哦，等一下哦。你们现在看我左上角那个，要到十几，就是它的网络如果是不好的话，就会延迟。iPhone 都会这样啊 ，iPhone 的玩家，我上次有问过大家嘛 ，iPhone 真的是很可怜欸，我用 ROG 吐完不会，可是我平常拍片是用现在这只手机，就是 i8 Plus 啊。哇，十几现在正常了。我刚刚那个跳到三四十的时候，就是有点微顿啊，常常因为这样降落的时候就死掉了。欸，他没有什么武器欸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去找一台怪卡。我等一下看哪有空投，我就往哪边冲啊。两边放个地雷好了，尸体包放地雷，中的几率蛮高的。然后这一次的这个版本啊，地雷有可能不会亮，所以说大家自己小心啊。我已经中了好几次莫名其妙的地雷了，就是看起来是可以捡的，结果靠过去它就爆炸。还有那种地雷一直哔哔哔哔的叫，然后你会以为它已经爆炸完了，走过去它竟然爆炸了。这是 FIFA 这游戏。我个人觉得应该赶快把一些 bug 修好，因为每次一更新一版本就会有一些 bug 出现。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 bug 呢，我这边统合一些 bug， 就是iPhone 的用户啊，刚降落的时候你家网络很好，可是会延迟，这就是游戏的问题，因为我用 ROG Phone 不会嘛。然后呢再來就是地雷，你装了以后不会亮，所以说敌人你可能今天看到你会以为可以捡，就它是已经放的地雷，所以会被炸死。再来就是地雷会哔哔哔哔，然后它就 bug 了。然后呢，你以为它已经爆炸过了，就没有过去它才爆炸，超奇怪的。好，我现在先 B 大街好了 ，B 大街这边，哎，前面有一个枪点，又有手弹吗？我现在看到那个指标都会觉得，只要没有声音，基本上就又有手弹。你可以分，如果说有看到。坐标就是开枪坐标，有听到声音的，表示那是活人。可是如果你看到只有坐标没有枪声的，基本上十之八九就是又有手弹啊！哎，捡到一个，这上面斜坡有一个人放又有手弹，你先搜一下这边。我可能要换一把枪，一把步枪。好，我把这个支撑支架丢掉，折叠支架，因为折叠支架它主要是。蹲下来比较好用啊，然后我平常是很少蹲着，所以说我会把它丢了。个人觉得没有很好用，因为通常我们在移动的话都是移动中射敌人，蹲下来射敌人比较会局限你自己的移动速方式。欸，前面有空投，看一下是什么。等一下要找台车，我们去找怪卡。我现在想要玩怪卡，
很久没玩怪卡，这场现在杀18个人了，蛮快的，现在才第一圈而已。我没有遇到人，敌人都去哪里了？先去看一下空投什么，那可以顺便捡个防装。欸，敌人，又变一个。欸，哇，都没中。OK， 收掉。他刚刚跳一下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他是不是？欸，怪卡，碎哦，有怪卡。欸，等一下，这香菇到哪去了？没有香菇，我们直接开怪卡过去捡他的包好了。哇塞，怪卡竟然掉到这个位置。欸，可遇不可求啊。OK OK， 走走走。怪卡是一台很迷人的车啊，刚才超人讲的一把枪。这怪卡真的是超棒。因为它这个血量够厚啊，直接打怪卡，拿怪卡有点小心，就是比较高低差的敌人。哎呀，我们先停这边，我要先捡包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凝胶护盾，捡不到凝胶护盾。我希望这场不要是凝胶护盾 bug 场。有人是哇，东西很多，看有没有凝胶，应该会有凝胶吧？不要啊！哎，没有凝胶，糟糕！最近是我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样，还是凝胶变少了。怎么没有凝胶啊？糟糕糟糕糟糕！欸，前面有个敌人，哇塞，他上车，休想走！去哪里？下车！啊，射速太慢！等等，哇，凶哦！来，我来了，等一下啊，小兄弟，去哪里啊？我这里是可以补血的啊！嗨，阿诺哈。OK， 收掉。来，先补血，先补血。痛啊！我要锁圈了。等一下，这场还是有凝胶的啊，他加凝胶了吗？所以这凝胶数量是不是变少，还是我不知道？就有时候捡不到凝胶。欸，他的包呢？欸，他的包哪去了？然后在后面啊，在后面。记错位置了，该问他在前面。哇，头巾很好。哇，超多东西啊，配件王。他的投掷物超多的。哇，这要捡什么？哇，等一下，这一圈还好，还没有到很毒，一圈而已。好，走走走，我们再开怪卡去找敌人。欸，我上不了车。好，先修。Go go go！ 看一下哦。哇，是毒了。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说你今天要开车用阿罗可的技能的话呢，你就先跳车，然后呢跳一下。使用技能，然后再移动，就会成为一个很帅的那个光环，有没有？阿罗可技能真的很好用啊！我看世界杯很多不同国家的玩家都会使用阿罗可，因为组队的时候他可以帮队友补血，因为通常你们如果遇到敌人打你们一波嘛，你们一定找掩体躲，甚至加凝胶。这状况下呢，你就可以放阿罗可技能，然后帮旁边队友补血，而且他算是补蛮多的。一个人如果可以，他技能如果可以补到40滴的话，最高技能我记得好像是等级。最高应该可以补到50滴血吧，应该是可以50滴啊，所以说你这样队友就250滴左右，算不错啊。所以阿罗可现在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一个技能，因为这个游戏最容易就是损血嘛，然后你损一点点血的时候，要吃补包或吃香菇，蛮不划算的。欸，吃香菇是可以啊，可是香菇补太慢啊，所以说他的技能是直接就是可以回血，然后甚至不用吃补包，而且一分钟就可以用一次。欸，我上次上好像是50秒吧。好像50秒就可以用一次，忘记了。总之，它快一分钟左右，你就可以用一次它的技能。没东西，上面是有个香菇啊，好像有个香菇。像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们要吃鸡的话，不一定要一直去找敌人啊，因为自然而然你就收东西，收敌人就变少了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吃鸡了。有时候常去找人啊，然后我杀一堆人，莫名其妙就死掉了，就会莫名其妙。附近刚好敌人等你作战完，你残血的时候就死掉了。所以说，其实像你们如果我这样玩啊，搭怪卡其实也不错。只是现在玩家很会打车子啊，所以如果又要会打车子的玩家，你们就要稍微知道 S 型跑法。因为车子的话，如果你开直线，很容易被打到，没血就打爆了。可是怪卡血量算蛮多的啊，基本上可以撑两波应该没问题啊，只要你不要跟敌人拉太近的距离。OK， 拿到东西了。好，走啊，上班了，去找敌人。
我都会先把一些东西拿满啊，因为我刚刚没有拿到什么 EP 值啊。然后像我现在的凝胶只有一颗，所以我可能要去找敌人看有没有凝胶。决胜凝胶非常重要啊，没有凝胶的话，胜率就会降低，因为你要看那个决胜地有没有掩体，如果没有掩体的话呢，对方有凝胶，光凝胶就可以把你挡在毒圈外面，让你被毒死了。我之前用过这个战术啊，非常实用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先上去这边，像这边的话可以骗枪点，我都会故意开上来，然后骗敌人开枪，然后其他敌人发现他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交战，两军交战之下必有一败啊，然后我就可以从中有没有捡个头。哎，怎么感觉没有人啊？刚好看有护甲升级箱，哎，这条补包。这场好像没有人跳山顶，没有看到人，奇怪。我等下说圈了，看这说哪里？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决胜在山顶，因为房子太多，空地比较好。哎，有天，等下，他发现我吗？嗨，哇哦，飞高高，OK， 直接收掉。这叫做直接。拦路啊！哎，没有凝胶，怎么又没有凝胶啊？奇怪，哇，糟糕，只有一个凝胶而已，凝胶太少了、啊。OK， 我觉得怪卡撞人真的是还蛮开心的，因为飞高高啊。我之前也是常常满撞的时候遇到怪卡，忽然间冲出啊就 GG 了。这怪卡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台车啊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以前还没有出怪卡跟。跑车的时候啊，大家最喜欢蓝卡，然后最讨厌三轮车，因为三轮车会秒死。哎、欸，有敌人，贴枪声，上面有一个，等等哦，我先骗他，他等一下要跑圈的，来教大家怎么抓这个人。我们要稍微绕一圈，因为他一定会等我车子离远一点的时候开始跑。好，我们先，哎呦，这边要小心开啊，这个车技要很好，你死守会卡住，哎呦。这边很容易卡住这个门，哎、欸、，OK， 好，收圈，这个一定会跑圈啊，希望他没有滑翔翼啊，不然滑翔翼可能会飞走。好，他下面这边有什么掩体，我抓抓看，哎、欸，还在吗？哎、欸，怎么没有人？应该还在吧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跑那么快啊！我再看一次，有这边，嗨，好，收掉。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呢，他一定要跑圈的、啊。来看到什么东西？哇哦，凝胶，还有什么？看一下哦，切一下。哦，东西很多哎、欸，等一下不能捡太久。哇，先走，补一下。哇塞，这毒圈很毒，这一圈已经很毒了。他这个版本我觉得毒圈有改比以前毒哎、欸，有感觉啊。现在这个倒数第三圈超毒的。哇 ，OK。常常我看第三圈就很被毒死了，所以补包真的要吃很多啊。所以阿罗克现在也算是非常强势的技能，就这样。OK， 剩两个敌人，等一下哦，我们现在卡车先放那边，我看一下状况，因为这个圈不知道缩哪里。怪卡也是很好进圈点啊，如果你比较进圈点的话，怪卡其实还很好撤啊。哇，这个地方很好躲人啊，我看一下哪里会有人。欸，但是是有人，我刚好看到一个东西在移动，这边好像有一个人，看一下有射到他，哇，手冲他那个射的距离真的是不够远，可以过来抓他哦，在哪里？我看到他，嗨，哇塞，躲在这边啊，哎、欸、有天、欸，不是，那是那个，哇，假人战术。我先尾放，我都忘记我假人了，放两个。我这出现在哪里啊？欸，他应该前面殿堂那边哦。欸，左边也有一个哦，左边也有。欸，等一下，我先走，我们去拿怪卡。我要跟怪卡共存亡啊。他应该在殿堂那边，我猜。过去抓他。我这样直接跑过去的话，凝胶太少。哇，开枪了，哇，殿堂那边。开枪开得好啊，他一开我就知道枪点在哪。来，我们就是用怪卡，哇，好毒，哇，好进圈，来玩一波给你们看啊，什么叫做恐怖大卡车，让他了解一下。这个空地，这个位置最适合开车，看看在哪里。诶、欸，
你在哪里？没有人，怎么说这个？哇，撞到这还会减速哎，减好多哦。人不见了，树上面吗？他是在椰子树上面。等一下，椰子树上面是不是有枪声？哇哇哦，怎么在这边？等一下，哇塞，动不了，好，给他拼一波了，来呀你 ，OK， 吃鸡，哇哦，吓一跳哎，我刚刚以为他在树上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没有。刚以为他在椰子树，因为我刚刚卡车不是开过来，没有看到人哎，所以他刚好绕圈就绕一圈，是不是？还是他怎么躲？总之来讲，他刚刚我没有看到他，他可能刚好绕一圈，所以我没看到他。OK， 久违的搭配怪卡司机啊，怪卡其实真的是一个移动式的城墙啊。如果你今天没有灵教的状况下，你捡一台怪卡，到最后决胜点的时候，你插一个位置以后，怪卡就会被打爆了，它会变成一个无敌的掩体啊，因为不会打坏嘛。所以我觉得怪卡是可以这样搭配玩啊，相信大家看完这场以后呢，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开车子或开怪卡的感觉啊。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战术啊，这战术真的是不错啊。像我直播常常喜欢开车，就是扫敌人快，然后被敌人打到的话呢，可以知道敌人在哪里位置以后，再去做面对啊，看怎么去击杀个敌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游戏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那天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，也可以持续订阅我，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。后面有一句叫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我主频道、副频道跟玩具频道，连结都在影片下方。也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喽，拜拜。